Hello，我是七彩。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看好了。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带你们参观一下别人建的房子，是一个海景别墅，超级好看。对了，那个安仙灵芝精灵王国都不火了，我准备弃剧，我实在是没得更了。你们可以投稿的，最近我总是拖更，所以我的热度不翼而飞了，就很无奈。我也想每天都频繁更视频，可是我400度的近视不允许，但是我会尽量多更的哈。我想了想，那个安仙灵芝精灵王国还是再更个结局吧。还有，千万要记住，我是七彩。七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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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彩。